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司，你说你没喝够，让我留下来的。我真服了，你吓死我了，衣服也不穿，快穿上！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哎，我要是真把这里当自己家，我连裤子都不会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现在马上穿衣服，你不要生气啊。 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！我去，你动我电脑了？是你让我替你查资料的哎。我让你查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查？找理由不找个好点儿？你让我查5年前入住马赛酒店的名单。你真的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？ 我还说什么了？你还说如果查到了名单，你就要跳舞给我看。现在我查到了？不可能！我就知道你会抵赖，所以我还录了视频。我说，你只要帮我找到入住马赛酒店的名单，我就跳给你看。你说的哦，现在要影片作证，你不能反悔哦。你女儿大人说过的话，从来都不会反悔。这么玩不起啊！你给我。喂喂喂喂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后悔来不及了。几点了？还不快去上班？8点半啊。哇塞！哎，陈主编，我们两个不是同一间公司的吗？ 你怎么来了呀？来了不打电话给我。你是准备把这里当家吗？昨天晚上做设计做晚了一点。你喝酒了？和昨天和朋友喝了点。你为什么躲着我呀？ 什么时候躲着你了？我只是最近工作特别忙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离公司远啊，上班别迟到了，啊。你还说没有？你这分明就是在赶我走嘛！哎，我说秦，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是因为我喜欢你吧？原来你真这样觉得呀？ 我说你怎么最近怪怪的呢？我们这是友情好不好？你整天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呀你啊？<笑>我看想多的是你，我都说了我只是工作忙而已。哎呦，买什么吃的了？我去看看啊。哎呦，我最喜欢吃的牛角包。 你吃，你就知道吃，你牙都不刷，脏死了，完再刷都一样，不一样，哎，好，我就，嗯，好。
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你才有问题呢，你一大早就这么想我，来找我干嘛呀？我的问题就是解决你的问题。五年前入住马赛酒店的名单，这么快就查到了？怎么样，我很能干吧？必须的，回头请你吃饭啊。我要吃大餐。啊，文熙是什么时候入的职啊？三年前。怎么了？他也在这个名单上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或许只是一个巧合呢。他之前跟你提起过吗？五年前我们还不认识，就算见过了，也可能忘记了吧。你问问他就好了。哎，人呢？还没来上班啊？该不会又去给秦野帮忙去了吧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对不起。你昨晚没事吧？看你喝了那么多。没事儿。他不是送你回去了吗？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他让他司机送我回去的。叶，你说陆准他会不会……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对不起啊，老大，我迟到了。仓主编啊，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啊，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走了。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路上注意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文熙，你以前有没有去过法国的马赛？有啊，我们光出差就去过好几次呢。我指的是你入职之前。啊，有过，上大学那会儿，那个时候学校和马赛的大学有一个交流活动，还是霍老师带的队呢。霍老师？嗯，那次活动就是霍老师赞助的，然后霍老师还跟我讲说，我们当时住的酒店和爱丽丝合伙人是同一家，我超开心呢。因为我上大学时候的梦想就是能来爱丽丝工作。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还不认识。嗯，那个时候还不认识。不过呢，我在校园里我经常见到你们三个。然后大学入学的时候，秦野还有帮到我。不过你们应该都不认识我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？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尽量不要迟到，别的同事看到了对你影响不好。嗯，好。还有事吗？老大，我说吧，有什么话直说。沈总，我想辞职。你是在这里做的不开心，还是有新的打算了？啊，都没有，我只是想休息休息。如果你想要休息的话，我可以放你几天假。可是你连下家都没有找好就要辞职，我不能答应。可是我，你是要去秦野那里吧？我，文熙，就按照你目前的阶段，秦野那里根本就不适合你的职业发展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你出去吧。